嗯、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涛聚焦。这个梦想成真，其实有一个道理我没跟大家说。这个轩辕皇帝，我那天节目里很多朋友说那期节目做的，轩辕皇帝，呃，轩辕皇帝拜封后为帅，周武王拜子牙为帅，呃，所以这是当时这个散宜生给。 周武王出的主意，按照，呃，按照这个轩辕皇帝拜封后去拜这个姜子牙。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封后怎么来的？封后是轩辕皇帝做梦而来。姜子牙怎么来的？姜子牙是周文王做一梦，做了个飞熊，然后散医生说：“恭恭喜大王。” 已有宰相，宰相已经有了。散医生那么有本事，不是宰相，是大夫。那散医生跟周文王帮助周文王，就找这个飞熊。那姜子牙号飞熊，所以在历史上著名的中国历史当中最著名的人物，都是做命做梦来的啊、哦，梦来的。那那那那。那那那 如果你不认这个，那你认不认轩辕皇帝啊？那你叫不叫皇帝？炎黄子孙么这事儿就这么简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叫不叫炎黄子孙呢？你叫无神论，你就不是炎黄子孙，你是连王八蛋都不是。气得我有时候我觉得是挺费劲的。没骂人，我骂无，我就骂高迪东，真的，我就骂高迪东，因为你太太糟蹋自己了。 你太糟蹋自己了、哎。这个，这个，你为什么讲轩辕帝跟周文王做了两个梦？我一再讲做梦，做梦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做梦是我们人的理论全被弱化，我们现在学到的三观全被弱化之后，我们自己的灵魂出去了。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事情的。 真相，哪叫他告诉我们？是我们自己点名给我们点名，我们自己的路，这叫梦想成真。梦想成真要顺应自己的生命的来处，梦想成真要承认自己生命的缘分。难道他不是生命的吗？ 难道这不是最科学的吗？难道这不是生命的延续吗？那难道这不是自己生命的尊严吗？科学的一切是创造这个手的工具。我现在拿 iPhone 在拍。它创造了，但它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个东西，啊，它提供了方便，弱化了人的能力。上的都有计算器，你还会心算吗？ 我会心算，你会吗？对吧？现在还有，我看这地方还一直有教小孩算珠算，我觉得都有毛病，还得花钱学珠算，不会了，手指头不会了，手指只只会玩游戏机，对吧？手指头只会上外头找女孩去，所以这是人完全堕落在当你延长工工具越发达的时候，人越笨。 就像有个朋友说说，原来我写字写写文章写得可好了，现在不成了，为什么？只是打字了，不都是自身的能力的退化吗？而这东西自身的能力退化，你剩下是什么？你剩下是工具的奴隶。今天你没有爱疯，很多人就不会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会享受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这是我以为这是关键所在。刚才我说的意思，梦想成真是真的。 梦想成真，实际是讲一个人能够尊重自己的灵魂，顺应自己的灵魂而走。那顺应自己的灵魂，灵魂是不死的，所以它是生命的真实。肉体是虚假的，但是它是现实物质的，所以你就永远满足不了。你在满足中消亡着自己不死的灵魂。 而这而肉身是一个必死的灵魂，每天都在衰老中，每天都在无奈中。啊，就像我刚才说，我看今儿得做做几个，我能做几个。等我再说说，我说不了，我累了，我嘴里头能说，我脑子能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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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体力上说不了了，不是一个道理吗？为什么？它时间的流动促成的呀，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对不对？ 一个人都不会动了，躺那儿什么都不行了，但他脑子没闲着，是不是？那不就他还做梦呢？是不是？灵魂是不死的，所以梦想成真是真的。那你执着现实的利益和只停留在现实的利益看问题的，就是错的。《苹果日报》写篇评论，反对习近平复辟，更要反对党宪，党的宪法。 修宪，呃，海内外集中习近平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条款被删除，一人是联署反对习近平为终身执政，甚至复辟帝制扫清宪法障碍固然不得人心，但新的宪法把中共的地位写入条款中，把中国的政治固化为一党五个机构。 让宪法倒退为文革时期的党宪，对中国的毒害，尤其是国家主席终身制，呃呃哦，对中国的毒害甚过于国家主席终身制。如果不反对党宪，不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奸诈结构，就算没有终身制，没有习近平，中国岂有民主，岂有宪政？我觉得这起码是个看点，比刚才那个。 单纯的说满屏都是袁世凯强多了，对吧？真的比当时这里面是有个问，在他的过程中修宪当中有另外一条人不注意，所以所以就那习近平也活该，谁他是都是共产党的文化造成的，我只能说活该。所以这是他现实环境中自然面对的炮轰习近平恢复帝制，讽刺多过担心，是什么叫恢复帝制？ 那都胡说！你现在是帝制嘛？那袁世凯恢复帝制前头是皇帝，习近平，你如果阻挡他，这个前面是什么？杀人的共产党？他妈邪了门了呢？么那么笨蛋呢？朋友说上期节目你就挺吵的，声挺大的那个，但是说的是那么道理，一根箭，那我就觉得还笨蛋了。你把它对比成，那你现在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今天习近平修宪前是什么？ 八九六四的人，坑蒙拐骗的人，造成了你媳妇生孩子是不是你的不知道，你他也不知道。我这个生命观点嘞，啊，你不让他弄那个，你说恢复这个就不对了。说这脑子这不这没跟你说吧？哎呀，我听我有时候想想吧，我这都是人家都是北大的、清华的，什么斯坦福的，吃喝拉撒睡的搞不懂，真的搞懂，我觉得真笨呐、啊，真笨呐、啊。 真的真笨呐！修宪建议的重点一是废除国家制的限期，第二，中共的领导地位再次入宪法条款，恢复文革时期的做法；第三，国家监察委委员会进入宪法，与人大、国务院、军委、法院、检察院并列为国家机构，形成一党五院政治体制。是，其实我也注意到，它真正的范围很大。 但人们的观点就说，这个是环境的观点，是这个观点很有趣的。习近平没杀人，如果习近平大开杀戒，咔咔咔一路杀过来，我以为现在讨论他这个东西很少，不会的。你你信不信？就是说他反腐开杀戒，把周永康他们都杀了，咔咔咔一路杀过来，反腐罪名你贪污了多少钱我就杀了你，这没什么，共产党东西就这个。 到现在，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相信讨论的声音也没这么多。我不骗你的，所以这是，我不珍惜生命不容易，不容易。海内外的呃声音讨论都在习呃国家主席任期的废除上。其实他，他其实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存在对中共权斗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宪政的影响。 废除这一条款，为习近平终身执政扫清了宪法障碍，但并不等于他可以终身执政，甚至他并不等于他一定要终身执政，或甚至恢复帝制。这是明白人，是这么回事儿。国家主席是虚职，我今天节目中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国家主席是虚职，习近平当拿下党的总书记的时候。 当拿下军委主席的时候，他没必要去在这点上去用，而大家打了一个是最在共产党里面最没有权利的职位，却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东西。问你，所以没跟你说，共产党太邪了，把共产把人毁了，毁的心甘情愿、自甘情愿的，被人强奸了，你欣赏其中。 因为你没那认识，你没有尊严的认识，你只有快乐的享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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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邪门了。他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习近平的实际呃权力威望。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看似风光，实际还有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他也没有撇开江泽民的三个婊子。 所以他寻求的是一种平衡。第二，习近平越是试图延续个人权利，那和身边的权贵的利益在党内引发的反弹就越来越激烈，是这么回事。实际他真正党内的冲突是巨大的。看看中共喉舌社交网站的反应的强烈，就不难明白，中共领导层官员两面人、阴奉阳违越来越多，炮轰习近平为。 袁世凯复辟的，与其说担心，不如说讽刺。就算他不像袁世凯那样做八十三天皇帝，但是呢，他只能反而只能把自己送上历史的断头台。对他实际，如果他真是这个，你们顶到这点上的时候，他可以想而知，他是冲突的，是极端冲突的。而真正关键的是他说增设国家机构。 八二年修宪的时候，只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纳入宪法的序言，而不是条文写入条文。那那然后就提到说，呃，然后就提到说，这一次修宪不是第三章国家机构修宪改为五大机构：人大、国务院、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然而，无论立法、行政、军队。 监察和司法机构都必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习近平过去，哎、呃，这里我没有看到他的修宪，他没有盖出来这个修宪概念。那习近平过去三年是总书记身份召开所有的会议，彰显党的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不会成为独立的反反腐机构，只会延续中纪委作为高层权斗的角色。 那赋予它更多的法定上的条例，使党国更加一体化，这是所谓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呃，我没有看明白它，因为它没有引述在宪法中原来的条文，它并没有完全扣进去。它里面扣到的内容只说国家机构是五大机构，但这五大机构必须接受中共的领导，是不是在宪法里？这是个疑问。 那我知道，在宪法当中的说法就是说，它增加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我强调中国特色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里面条令有的。在昨天节目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习近平把中国特色和跟中国共产党连架连在一起。但是中国特色的出现呢，是出现在习近平。 思想里面的，是习近平思想里面的，是出现在党章里面的，而在真正的执政的过程中，他在有些地方故意回避了，包括宪法宣誓词，所以这是习近平根本没有完结的内容，里面还一定有故事。